是救国团的吗？对，没有位同学掉到山崖下来，现在在我车后面，你们快去看一下。钟文德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可以自行脱队？你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吗？ 地方啊，就在前面了。我老板家应该有急救箱吧？还没跟你说谢谢，现在又要麻烦你。不会麻烦啦，我老板啊是两位退休的老农民，他们人可好的，你放心啦。哎，可以在这里工作哦，好像很棒哦。嗯，风景漂亮，空气又好，再来就是离家又近。 志峰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事啦，志峰不，我刚在路上啊，救了一个脚受伤的同学。哦，那进去啊，放床上，来，我帮他包扎一下啊。谢谢你，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好，来进去。来，我的客人，请进。是，文德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他只是脚扭伤而已，你不用担心。晚一点我们会派人送他去山下的医院。 怎么可能嘞？受伤的地儿，竟然是我当年出事的地方。 老张谢行来学啊，他下个月要借活了，是跟一个太晚的女孩子，你去不去？老张，他哪里来的钱呐？升中尉了，怎么没有钱？升中尉？他家是几个字啊？哎，你别这么学嘛，人家老张他很认真。我是替你不平呐。 你要是还待在军中啊，搞不好啊，都戴梅花喽。戴梅花呢？哼，我这斗得过什么人呢？我想请进优先。 不就该待在这儿吗？闭上了。
消息了，都过来，都过来啊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，过来！宣布一个好消息：反共抗俄战士受田条例公告实施了。下了工以后，准备好证件，办理登记，大家都有田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打不打得回去都不知道了，哪来的田呢？闭嘴！招热时胜肥，都辛苦了。滚啊！好好干，忘不了你们的，知道吗？谢总，大伙儿都一样，都得好好干，知道吗？啊！寿石多大了？啊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等任务完成之后，住委会分配土地规划给我们，让大伙在这开垦，也算是一条路嘛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可不想啊，我的下半生啊，就窝在这种地方。好吧，好吧。你自己啊，再好好想想。我赶会儿去没炸伤，在哪？带我去。其实，当初最想要离开的是郑伯伯。他为了行动不便的萧伯伯，从此留了下来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不久，公路也开阔了，他们在这里扎下他们属于自己的根。开阔他们的果园。老毛病又犯了啊！你别到时候你搁那么多辣椒啊！加点辣椒没有关系嘛？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？
人家年轻人家受伤了，你搁那么多辣椒干什么嘛你？这东西这样弄才好吃嘛，卤一卤辣味就散了嘛。你听我的，你就不会浪费时间了吗？你都听你的，听你的嘛！你听我，你赶快去弄嘛！腿瘸了，这个嘴巴可没瘸啊！你行了，你赶快，你我赶快，我赶快，我赶快！时间。夏伯伯，夏伯伯，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有空再来啊！哎，志峰啊，下山小走路小心啊！好了好了，啊，师妹，对对对，不用送了不用送了，天气也凉了，我们自己走一下好了。再见再见再见，谢谢谢谢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给你们带来那么多的麻烦。你才知道，哎，以后有不爽的事情就直接开干嘛？干嘛这样闹情绪？你又不是娘们。喂。你哦，少在那边灌输人家错误的观念啦。本来就是啊，反正哦，没走完全程，吃亏的人是他哎。其实我这趟并没有白来。昨天我一个人在山沟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只要我能活着回去，我一定会跟我爸妈讲，让他们给我选自己喜欢的科系。哎。那你要加油哎！万一革命不成功，你该不会要离家出走了吧？才不会，我会好好跟他们说。兄弟，加油！哎，志峰，接下来麻烦你开车送文德到山下的医院了。哎，你放心啦，这也是我的地盘呢，没问题的啦。走走走，谢谢啊。起来！哎呀，路管等车。